Hello，在开始跳舞之前，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买到的爱用好物，就是因为最近换季嘛，皮肤会总会出现点问题，然后刚好最近有收到一款叫宝丽诗的彩虹洁面乳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的肤质。它会附送一个起泡网，这款运用双管设计，一支等于两支，按压头部挤出粉色膏体，按压尾部挤出白色膏体。这款洗面奶主打韩国进口成分 APG 葡萄苷， APG 这种更加温和，它很亲肤，皮肤和眼睛无刺激，比皂基洁面更清洁，比氨基酸洁面更温和，堪称升级版氨基酸洁面乳。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宝丽诗的彩虹洁面乳，洗完脸以后真的脸非常的嫩，非常的光滑，很细腻。好了，下面请收看我的舞蹈吧。街が暮れたら色めき風たちは